你还没去早饭吧？我去给你拿啊。不用了，孩子，你看都快11点了，一起等着吃午饭吧。过来，跟奶奶聊聊天。好。慧呀，嗯，卖小汤卖衣服，有意思吗？啊，挺有意思的。哎呀，再有意思。 可是奶奶觉得呀，没有前途。奶奶，你没听过俗话说啊，行行出状元，只要我肯努力啊，干什么都一样。话是没错，可是摆小摊儿多辛苦啊。你要是不是为家忘牺牲了自己，现在你也是大学快毕业了，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奶奶，你别难过了。 你看我还这么年轻，需要磨练，吃点苦受点累，没事儿。家旺要是像你这么懂事，那该多好啊！这几天呐，我经常在想，你为家旺做出的牺牲，真是不值得。奶奶啊，你就别老想这事儿了。其实啊，我为家旺也没牺牲什么，说不定啊。 我根本就没有读大学的命。你从小学到高中，成绩都比家旺好，怎么会没有读大学的命呢？你就别老胡思乱想了。让家旺去读大学，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再说，我也没有怪任何人吧。就是你经常说，心甘情愿，没有怨言。 所以奶奶这心里头啊，才更加难过。好了，奶奶，不难过了啊。来，玉辉师傅给奶奶按摩了，按摩就不难过了啊。金凤，金凤，你死哪去啊你？ 别喊了，我妈不在。不在？都几点了，还不死回来做午饭？你要是饿了，我去给你买东西吃。谁要买东西吃啊？<笑>了不起呀、啊，还要买东西吃？余辉，给他做饭吃。舅舅，我不会。你怎么这么笨呢？ 不是养过来福和旺旺吗？给他怎么做就给他怎么做，你是狗？是啊，怎么？玉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他说来福和旺旺是狗。臭赌鬼！你敢骂老娘是狗？你胡说什么你？你耳朵聋了？我是说来福旺旺是狗。你，别怕啊。 给狗怎么做吃就给他怎么吃，没问题。去，去。我稀罕。喂，你妈是死哪儿去了？我妈去省城了。去省城？去省城干什么？去找家旺女朋友的父母。我知道了。他们明知道家旺有女朋友，养活了，特地跑过去破坏他们的感情。 下地狱，让阎罗王割他的舌头，下油锅。你，哎，你说这种混蛋话，你要不能好死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打死你，粘在墙上。你粘呢？要粘你自己粘去吧。死赌鬼！你给我闭嘴啊！再不闭嘴，我拿铁丝把你的嘴给缝起来，让吃不进去，说不出来。缝啊！你缝啊！有本事你来缝啊！你缝啊！岳辉。 拿铁丝去！舅舅，算了吧，舅舅，你去哪儿呀？谁怕谁呀？哼！你看我好好叫唤舅舅，哎呀，算了吧。别提你听的多丢人呐！哎呀，那有什么丢人的？趁你妈没在，我好好叫唤叫唤去。你来呀，你来呀！有本事你来呀！哼，你个老娘试试看！嘿，我来不是人！舅舅，哎呀，哎呀，别。
我顶着我呢。都快一百岁了，怎么像个三岁孩子，丢人现眼。亲家母，您这个女儿简直太不像话了。玉辉，你告诉奶奶，他们到底怎么回事？奶奶，你坐。昨天我妈去省城了，可姑姑说……你妈去省城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她昨晚赶夜车去的，她去找家旺的女朋友的父母。希望他父母不要阻止他们来往。他为了家旺去求人家。哎呀，多亏了金凤这样的好人呐。他是在演戏，都演了十几年了还在演，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。他呀一定是跑去拆散家旺和他女朋友的。你还敢这么说，是不是我揍你啊？舅，你想揍哪儿啊？揍啊，你打呀。嗨，我金泉呐，这没你的事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啊，哼，亲家母，这话得说清楚。你这女儿，金泉呐，你出去吧。舅，奶奶说了，我们走吧。骚狐狸，你给我记住啊！你今天我，金泉，你出去。成，亲家母，我给你面子，你给我记住，你别忘了。有种，你别走啊！哎，我舅，我有种，你别走啊！手枪。手枪，你回来已经十几年了，你是瞎了眼了？你没看到金凤为我们家付出多少啊？如果不是这个扫把星的话，我们曹家的财产也不会败光。他就是做多做了，三代也还不清。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检点一下自己，不能再有这样的想法。要是不听话的话，我就赶你出去。爸，你这个家没有你没有关系。没有金凤还不行。都快一天了，阿姨怎么还不回来？会出什么事儿吗？我看我上一趟省城吧。哎哥，真的要去吗？不然怎么办？万一妈出点什么事儿。不用找了，他玩痛快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姑姑，我妈去省城是去办事，不是去玩的。那是你说的，谁看见了？怎么，没话说了？你要别人尊重你，你首先得尊重自己。总是处处伤人，你这样会害到你自己的。你这个死丫头，胆子越来越大。我说一句你顶三句，我可从来没有羞辱过你。你皮痒了是不是？我说的是事实，我从小就看到你欺负阿姨和二哥，都十几年了你还这个样子。就算阿姨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，十几年你还记仇吗？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如果不是他们那一家人，你和家旺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，用不着过这种苦日子，我也不用伸手到处去跟人借钱。你哟，贞洁烈女，你回来了。省城好玩吗？好玩的话，下次记得带我去。妈，你别理他。你嚣张什么？老娘跟你说话，你装聋作哑，没长嘴是不是？姑姑，你别对我妈这样，再这样我就对你不客气。你还猖狂呀？比你妈还凶？哼，看样子你是想打我怎么样？你打呀！你打呀！你打呀！走开！哎呦！哎，好啊！你敢出手打人？好，老娘要到派出所去告你！我要民警抓你去劳改！
疯了，我是被他们母子俩给逼疯了。扫把星，自从他进入曹家以后，妈，阿姨，怎么了？阿姨，哼，好了，别演戏了，演给谁看呢？别给他装死了，不要脸的东西。